小屁孩，你在干嘛？你可以起来呀、啊，不要只摇尾巴、啊。好懒哦。啊，今天教大家在家里要做哪些技术训练。那目前现在也正值我们三级警戒，大家都在做防疫。有许多的粉丝朋友都私讯给我，就说要如何的在家里可以做一些训练。那我透过影片的方式分享给大家，一个是打击，那在一些手背，那最后在家里可以做的重量训练的活动这样子。他不想理你，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开始啦。在学习的当下，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如果要做任何挥棒或是投球的动作，要注意避开你家的电视，还有一些可能会被打到的东西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要不然打到就买新的。首先一开始，我们先从打击来，我们都有这种短的球棒，假设你们没有短棒的话，也可以拿一般正常球棒，那把它握短，这样就好。那该怎么做呢？很简单哦，我们讲过嘛，我们打击其实是从我们下半身发力，让它上来，挥出来，不要只是手这样挥而已。OK， 虽然我们是在训练手的动作，但是呢，还是要用下半身来带动，把它养成是一个好的习惯。顺序是从下面上来，一二三四。OK， 我看过很多的握短棒做单手练习的选手，很容易是这样子。那只有这样子你练就没有意思，因为打击不是这样子打。还有一点跟大家做分享，在打击啊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对的准备位置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棒子打打的地方其实是靠近我们头的后脑勺的后面这个位置，安全帽的上面。之后出棒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我们右手会往内夹，会从这阿丹的地方会有这一个小绕的一个阶段，就是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看到什么叫导棒，球棒这样子出来才叫导棒，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去犯错的地方。我们以前教练在教都是这么教，我比较不认同啊，我比较希望的是我学生是可以从这里出棒。做这个训练其实最主要不是要你拿长球棒在家里做挥棒哦，不是哦，会打到哦，会破掉哦。你看一下他在干嘛？没有啊。他在刷存在感。做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是要让选手自己去确认说他的挥棒轨道，准备要启动位置的时候，你的阿达里，这个阿达里是大约在你的头上后脑勺的位置。那你的手肘大约会在你的胸椎的中心，有很多的选手，你看到他准备动作可能是这样子准备，但是在他的前脚落地的时候，他的手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。我们必须确认，我们球棒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它是从我们二头肌这里出棒，绝对不是这样子出来。重复的去确认，如果有一面镜子是更好。OK， 以上这个就是。他是你的观众哎、欸。以上这个就是小小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总结一下，先确认好你前脚落地之后你球棒的位置，阿达里在哪里 ？OK， 之后你出棒的角度 ，OK， 基本上会希望是从你的二头肌的位置出发 ，OK， 不要是这样子，更不要是这样子 ，OK， 那我们接下来是手背方面，接下来就是手背的部分，手背部分。先跟大家讲，我们的手背，我们的脚大概我们肩膀的 1.5 倍宽吧。再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我会希望我们内野手，像我是右手投球，左手拿手套，我的左脚大概会往前大约半个脚掌。再来跟大家讲，绝对不是你的屁股往下就好，重点在我们上半身，上半身必须是凹下去，上半身向下就好，不用膝盖说一定要这样，上半身下去，你的屁股自然会往后。那自然就会是一个好的接球位置，在家里自己拿一颗球，可以这样做，然后搭配你的脚跟、脚尖、脚跟、脚尖、脚跟、脚尖，在你接到球的瞬间，脚尖下去，接到球瞬间脚尖下去，这样可以更加的帮助你接到球之后你的垫步传球。OK，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。那再来还有一个手感的练习，一样像我们刚讲的，左脚大约在往前大概半个脚掌的距离。之后呢，手背动作，球可以这样子，可以练习试着去抢那个弹跳。那它有一些小诀窍，来我教给大家。当我们球这样子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去？而不是左是右，球是这样子来，
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条直线上去把它拦截住，而不是从旁边拦 ？OK， 这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哎，嘟嘟他手感好好哦，这其实是有诀窍的。这些当然手感也是，但是他还是必须透过练习，所以这个练习非常重要。可以提供你们自己在家里，身体往下，屁股稍微往后就好，可以练习你的手感。那你也可以让那个球多一点弹跳。这个动作啊，千万不要在大半夜做，隔壁的邻居可能会骂你哦。对，反手，刚刚是正手，现在换反手，反手。OK， 那我正面的跟大家示范，反手。你注意看我的延伸都是往前，怎么增加这一段的距离？在他的路径上拦截他，但他如果是这样子来，但是我是这样的，拦不到。OK， 以上这个就是手背篇，我们聊到上面楼上啊，拍摄重量训练的部分。OK， 走吧。好，现在上来到房间，家里你们家应该都会有一些哑铃啦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你们也可以到网络上应该就买得到。我在家里我自己都会做一些训练，今天做个几样动作跟大家分享。拿床啊，模拟当成是我们在健身房的平板。他在干嘛？Hello， 你在干嘛 ？Hello， 他也要做运动。我就会把这个床缘当成健身房的平板一样。不要下来的时候，你看我下来的时候是在这个角度哦、喔。你看我上去下来是在这个角度，不要下来是这样。OK， 这样对你的肩膀的压力会比较大。记得用你胸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上去。那一样，大概12下，3组。对我自己是都这样做。那你如果能力更好的话，你也可以做到4组、5组都可以。像你如果在春训、在秋训，那你量可能就可以大一点。嗯。那你如果现在已经在准备比赛了，你就是维持就好，可能就3组就好。OK，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比较经常做的，因为片场关系还有更多的训练，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。没有一次拍完是第一，怕片子太长。你们没有耐心看完。第二，因为疫情期间现在不能出去外面拍片，你让我多拍几支影片吧。如果效果好的话，我们再拍第二支、第三支影片。就跟大家讲，训练的量，你尤其你们如果是初学者，你们刚开始在家里做一些这种重量训练的话，你们身体一定会、有一些乳酸堆积，会一些酸，这个都是正常现象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如果痛的话就不行。我们所有的训练动作。都不应该会痛，也不会说什么关什么做都会关怎样嘎嘎丢，那个就是有问题，你动作错了。OK， 这个非常重要。那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再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喜欢
这影片的话，如果不错的话，居家健身系列我们到时候再把它拍出来。OK， 那我们后面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弹力绳啊，一些你自己在家可以做的腹背肌等等的训练，喜欢的话我们再拍。OK， 好了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